大家好，这里是肉松，武汉逛吃 2.0 上线了，视频比较长，会分为上下两期，记得准时收看哦。碳水篇，这次住在万松园附近，简直是天堂啊！放好行李我就冲去嗦粉了，先去旁边的小窗口点单，再把小票给阿姨下粉。我点的是小份牛杂粉，然后加一杯绿豆沙，汤上漂浮了一层红油，汤底的味道是比较温和的，以咸香味为主，不辣，然后也没有萝卜的味道，有炖得非常软糯的牛肉、牛筋、牛肚，没有牛肠、牛肝这些，所以不爱吃内脏的人应该也可以接受。我觉得口味上还差一点点层次，喜欢吃肉的话可以果断选择这里。这家店就在金燕的斜对面，和烈亮蒸虾共用同一个店面，点的是招牌牛杂，端上来就可以闻到汤底的香味，牛杂里包含了一些牛肠，也是没有异味的。我平时不吃肥肠也觉得很 OK。 这个汤底我要夸一下，是带点微甜的类型，味道很复合，宽粉偏薄，所以很入味儿，比很多店的口感都要更韧更 Q 弹。二选一的话，我更加推荐这一家，就餐环境要好很多，然后还可以买油饼、油墩、其他小吃。这家店的位置有一点偏，店面很小，但是干净整洁，杂物都是用收纳箱装好的，点餐的桌子上还摆了各种粉面的样本，要选什么一目了然，搅和一下就可以看到料巨多。我点的是中辣牛三鲜细面，包括了猪肝、生烫牛肉、腰子和肉丝，自己在调料台又加了油辣椒、孜然粉和花椒粉，我看本地人都是这么加的哈。汤头很浓郁，应该是放了猪皮熬的，喝起来像很鲜的麻辣烫。牛肉非常嫩滑，猪肝很新鲜，虽然是粉的，但是口感很弹，腰子脆嫩，细面裹着辣椒粉，口感我好爱，可以让阿姨别太煮软了，感觉会更好吃一点。这家店服务态度还挺好的，缺点就是座位太少了，我排队排到一半，突然下暴雨，大家全都挤在店里，巨热，我坐在角落里，前面的墙在漏雨，阿姨在旁边切了两盆葱，熏得我边吃边哭。又是分量满满的一家店，这个牛肉分量算是很扎实的了，趁热半开可以看到是偏湿润的类型，面好像比一般的热干面稍微细了一点，煮得比较硬，我很喜欢这种口感。白酱和黑酱大家更喜欢哪一种？我觉得黑酱有一点焦香味，没那么容易腻。阿姨有加卤水和辣油在面里，所以非常香，牛肉煮到酥而不烂，一点也不塞牙，单独卖我觉得也 OK， 不知道这算不算改良过的热干面，反正很合我的胃口啦。这家店在我在江滩住的酒店楼下，也是一家老店了。本来是买了一份豆皮一碗蛋酒，豆皮不够了，老板说剩下的给我换成饺子，结果给了我一个巨大号的油饼，不愧是硬核碳水，豆皮蛋香很足，肉是带点腊肉风味的那种，和盐市的比起来确实少了一点香气，糯米也没那么油香，但是不用排队，味道也很不错，这不比排一两个小时好多了。蛋酒的甜度刚刚好，醪糟给的很多，喝完整个人暖乎乎的，盐市的话就非常甜，喝到底了糖都没化完，没有 KY 没有拉踩哈，不要骂我。现在很多店确实好吃，但是网红效应真的太劝退了，估计本地人也很苦恼吧，自己吃了好多年的老店突然开始排队，本地人反而吃不上。这家店也是在江汉村的小巷子里，门脸很小，里面别有洞天，有抄手、早茶、茶点、肠粉和其他传统小吃。第一次来点了招牌的鲜肉抄手，老板可能给我煮混了，里面竟然还有几颗鲜虾，这波不亏哈。汤头是很浓的骨汤，
糙手很饱满，肉馅鲜美紧实，皮很顺滑，味道还挺不错的。第二次来点了糊汤粉、油条和桂花糊。糊汤粉的胡椒味比较淡，想有初体验的友友可以试一试，不会被辣到。脆嫩的油条灌入粘稠的汤汁是标配，没错啦。这个桂花糊还不错，淡淡的桂花香，一点醪糟，还有无心小汤圆，都是我很喜欢的元素。阿宝身兼万松园的超级网红，就在惊艳牛肉粉旁边的居民区里，晚饭饭点出摊会有一点排队，等待时间还好，我可以接受。偷偷观察了一下，应该是先用水焖熟包子，把水倒掉以后再放很多油把表皮炸脆。全程自助，付完钱以后自己加包子，自己加料，9.8元还是挺实惠的。有秘制酱料和辣酱两种，我每样都加了点，有一点牛肉酱的味道，口感咸咸辣辣，有一点咸，不要放太多。外皮金黄酥脆，有韧劲，肉馅一点都不肥，汁水丰盈，千万要小心烫。里面有一些黑色小颗粒，应该是黑胡椒，趁热最好吃，放凉了也不油腻。下一天这家店也是老网红了，到店以后把自己要吃的口味写在纸板上，然后就开始漫长等待。因为是现包现蒸，所以特别慢，500年过去了才吃上。我晚上上课差点都迟到了，赶时间的友友千万不要来吃。我点的是麻辣口味，外皮又薄又韧，轻松可以夹起，都满了汤汁，超级烫，可以放在醋里降降温。味道怎么说呢，就是麻麻辣辣的鲜肉汤汁味，麻味比较明显。现包的外皮确实很优秀，会粘嘴唇，大家可以按需打卡哦。下着大雨跑回去上课。这家店是我5月份去吃的，放在这里一起盘点。我点的是番茄汤包，同样配的是姜丝醋碟，可以看到这个比上一家皮更厚，肉馅更多，汤汁更少，主要凸显的是番茄的酸味儿。折合下来要4.1元一个，稍微有一点贵，主要是吃个新鲜味道。优点是不用排队。这家店是我每次来武汉的固定项目，众口新人太喜欢这种麻麻辣辣的味道了，我还会特意让阿姨给我放辣一点。以前是可以在外面坐小板凳吃的，这次没看到有摆。提回酒店已经有一点点泡软了，不影响，反而更加入味儿。里面有藕条、肉丝、千张丝和香菇片，吃完会有一点点咸，记得多喝水哦。烧烤夜宵篇，这家烧烤就在万松小区里，进门后看到路口一直右拐，大概走2-3个路口就到了。老板一点都看不出有70多岁了，精气神特别好，说话中气十足的，我对着单子噼里啪啦念了一堆，他都记住了。旁边坐了好几个社区里的爷爷奶奶在聊天，听我要特辣还展开了激烈讨论。他们家的味道是比较纯粹的咸辣，可以吃到香料的颗粒感。我点的这些都还蛮好吃的，有肉筋、瘦肉、腰子、鸡爪、土豆、藕什么的。这个火腿肠口感还蛮好的，好像用的是王中王，可以让婆婆烤脆一点。鸡爪非常软烂脱骨，素菜就是好吃的那种，食材都很新鲜。特辣其实也不太辣，是一家性价比还可以的小店，蚊子特别多，我要小心。这家店也是我偶然刷到的，我到店的时候老板他们还在吃晚饭，特别热情的招呼我坐着等一会儿。他们家的特色是大腰子，半个腰子切上花刀，烤得非常嫩，一放下来就开始渗汁水，而且处理得非常干净，没有异味。大部分的串都是5串起点，
猪肉串的分量还可以，软糯入味，藕又脆又甜，非常好吃。四季豆也是甜甜的，鸡爪很趴，但是味道调味稍稍有点普通，我觉得素菜会比肉更好吃。他们家的辣椒粉看上去没什么颜色，后劲还挺足的，我点的是特辣，吃完会有一点点烧味。小胡子在武汉有好多店，我一般吃的是江汉路这一家，太热了所以点了外卖。他们家是属于调味很足的类型，甜甜辣辣，肉筋会有一点肥，肉串更符合我的胃口，藕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脆甜，口感是偏软发韧的，土豆烤到刚刚好，充分展现了调料的味道。他们家荤菜里我最喜欢的是鸡爪，虽然个头稍微小了一点，但是不仅绵软还很入味，可以吃出是香料配方比较好的一家店，爱吃辣的话直接冲特辣就好。点了招牌蒸虾和一份凉面，两份酱汁混在一起分不清楚，不过味道差不多，有一份好像醋味更足一点，面还搭配了一份麻酱。先把面拌拌匀，一会儿再吃。虾非常大一只，品质新鲜，虾尾剥出来有我大拇指那么大，钳子里也有很多肉，虾黄很足，虾肉 Q 弹，直接吃的话是鲜甜，蘸酱吃也别有一番风味。吃了几只就开始整活了，请欣赏三秒强迫症剥虾。豪华凉面，想吃的请举手。有一点干了 ，DIY 一个过桥凉面。其实我还挺想吃巴黎龙虾的，但是没人跟我约饭。等我下次找到小伙伴在一起去吃吧。下面快速过一下炸鸡环节，会飞的鸡，甜辣酱裹得满满当当，外壳轻薄酥脆，内里汁水丰盈，有一点小贵，炸鸡界的高贵女明星。空拉拉蒜香炸鸡，路过试吃觉得还不错。要控诉一下，店员姐姐给我吃的应该是糖醋麻辣，她告诉我是孜然味儿。买完以后我觉得味道有点不太一样，难道是白嫖的会更香吗？拼了无骨鸡块和龙骨，送了一份鸡皮，蒜香味儿确实很重，但是吃多了有一点咸，而且有很多面粉坨坨，鸡皮放久了都很脆，不敢吃太多。葫芦汉堡炸鸡有很多分店，我觉得味道没什么差异，买了半份招牌酱炸鸡当夜宵，鸡翅翅根和鸡叉骨都有，一如既往的好吃，酸甜鲜嫩多汁。他们的芝士熔岩牛肉堡挺好吃的，可以试试。